在日本去旅行才更快的方法。吃吧，看电视。拍那种网红，就是拍那个花，那里面哎有多少？没了，他没料。我看这个包，没事，拍一下。没有，没所以你觉得哪个就是什么？
吃水煮饭，因为它肥辣嘞，吃下去感觉有东西没吃，就打字。哈？这样吧，那那个老师会不会吃水煮饭？我感觉一口吃得了没？真的是吃，原来。你咬啦，你就 X 我对不对？那你没看到？那什么？不是这个啊，哦对，在吃的，就是那个啊，那边拿吗？一起聊起来，喂喂喂，就做这样是可以的。然后明天表现，主要没有吃到，你是说你吃不了？哎，对哦，好吃，是啊，那边好好，这边有啊，这边有。我吃的不是多，嗯。你不吃那个料、啊？很鲜，很鲜，对。好吃啦，好吃。很鲜的，好吃的。被干来了，被干。我这是哪一个？说说，那边还有吗？啊。你觉得哪一个好吃？最少吃。有没有吃？你看我再选哪一个？最少。啊，对对对，对的，来换一个。那就先跑回去，等他出来我们再讲他。啊，对对对。不要，你去，你去，过来。你有看过奖？叫我看过。没有奖。